会好一些。芊芊，你我同为城主之子，看起来位高权重，却常常身不由己。你别将他们的话放在心上，就好好待在这里，有我在，没人敢动你分毫。白吉，叫我们的人随时待命。是。我知道我死不了，可是矿里的那些矿工怎么办？你还在替他们着想？你别忘了，刚才花园百姓可是自发请愿要你祭天。我是城主的女儿，平日里享尽富贵，也没做什么好事造福百姓，整天还惹是生非的，所以一有事情他们第一时间拿我开刀也是正常。山主人丁，水主财。那此处依山傍水，是块风水绝佳的宝地。所谓福脉，就是先人在此处定居，然后后人再以此处为中心，在周围建立城邦，逐渐形成你们花园城。此地被尊称为福脉，是你们花园城立成的根本。福脉离矿山很近，是因为你们花园城的经济命脉是矿业。你们先人还真是很有远见，将城建在此处，可保城民衣食无忧。祖先们千算万算，都没算到有我这么个不孝子孙。此处与矿山相连相通，按图纸看，那100号人应该被困在此处。矿工入洞挖矿之前，会用柱子固定山洞的土石，以防坍塌。可是到现在这个情况上来看，山体只塌陷了一半，说明另外一半的木柱仍然支撑着山洞。那矿下面的人生还的可能性极大啊。矿洞里的柱子可能支撑不了多久了。那在等什么？还不救人？母亲他们就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我倒是有个办法，就是将后面的福脉给炸了。对，少君也是这么想的。没错，这样就能从后方开辟一条通道，让他们逃生。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到底是谁愿意去当这个千古罪人炸福脉？我这把龙骨遁了，一群人来求着让我去死，这炸福脉也是大不敬的死罪。我知道了，这个事情只有一个人能做，女主角，女主角一定能够做。芊芊，你让一下。都准备好了，没有炸药。没有炸药啊？没有炸药，我拿什么炸福脉？我拿你炸我，是不拿你炸我，是不拿你炸我。呀，我们花园城自古以来只做烟花呀，想不成才做炸药啊。对了，还说后来就是靠炸药险些灭了花园。快！花园城现在谁还有炸药？谁？阿郡主，阿郡主兼任司君，他手里肯定有炸药。我去求楚楚，还没开口就被他抓回府中了。裴思学，嘿，裴思学是已故裴思君的独子，他去求护城君肯定能成。裴思学从来不插手护城君的军内事务，我不能麻烦他。离七，他可是花园城的首富，他能高价购买。
啊，是啊，让林夕花高价自己买炸药炸了自己的矿。你跟林夕总有一个人脑子被炸过吗？你们俩。你说说他妈，连林夕都想到，就是想不到。这情况紧急，难免有些疏忽。你别提了，让我想想吧。谁？竹筒、烟花，我想到了。终于，杂货铺老板。韩叔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路过。你们刚才说的我们都听见了。三公主还真是思虑周全了，把花园城上上下下的人都想到了，就是没想到一个能给我搞炸药的人。哎呀，就我们少军就站在你面前，你看不见吗？我上个茅房。韩硕，对了，玄武神山之火药，你能帮我吗？咱俩立场不同。我明白三公主疑虑，但人命关天，情况紧急，我不会拿人命来博弈。人命关天，原来韩硕根本就不是我想的那样冷酷无情，这才是男主角该有的样子嘛。什么是男主角？就是戏文里的大英雄。那大英雄能抱得美人归吗？只要不死的话，一般都能。幸好，韩某心急已被三公主治愈。你放心，炸药我已经安置好了，随时可以引爆。哎，危险，我去。不是，当然是我去啊！你怎么能去？三公主是千金之躯，迟早会恢复身份。还是慎重些，我替你去。不行，少君是玄武城城主的爱子，将来势必是大有作为，怎么能为我去承担这样的风险？当然是我去。我说我定不会伤你一分一毫，如此危险，还是我去吧。少君，你不明白你的命对于我来说有多么重要，你可是动一发而牵动全身。不行，你不能去。但是没有你，我的命还有什么意义？那我们一起去。好。青青，我炸的位置对吗？你退后点，再往后。少君，这是何意啊？灰尘沾到三公主身上了。芊芊，快！陈芊芊，哎呀，哎呦呦，这不林七吗？这不来帮忙了，一起吧。陈芊芊，你遣散了我的教保司还不够，居然还炸了我家的乌石矿！不卖我的炸了，我还怪你家矿，有趣。今天我一定要让你好看，给我上！啊，住手！你又包庇他？你的人，肯定不是裴府侍卫的对手。散了吧。住手！将损毁符卖的罪魁祸首给我拿下。二郡主，你也要捉拿芊芊？裴思雪，你的人恐怕不是护城军的对手吧？拿下！住手！怎么，你要把你妹妹当成罪人一样抓起来吗？陈芊芊再毁符脉，罪无可恕，请母亲降罚。大胆！
你怎么能？你怎么敢？你放心，我的人一直都在，定护你周全。你又埋伏了多少人马呀？全剧组的人都来了吧？大场面呀！我的天，我还没写过这么烧钱的戏呢。挖到了，挖到了，快来救人呢！来了，来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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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慢，慢点。慢点，慢点。来来来，坐下。下面还有人吗？没，没了，都被救出来了。芊芊，没事吧？你是？三公主，你怎么？三公主救了你们。三公主，多谢你，三公主。多谢三公主，多谢多谢三公主，多谢三公主，多谢三公主。城主，陈芊芊先是因为私心毁掉了龙骨，今天又擅作主张的炸了符脉，我花园城的世代级也皆毁于他一人之手，请城主赐死陈芊芊。城主，龙骨和符脉关系到我花园城千年的气运，若是想要饶了陈芊芊的性命，除非花园城再降珍宝。大胆！城主，请顺应民意呀。城主，请赐死陈芊芊！求城主赐死陈芊芊！城主，请赐陈芊芊死罪！城主，请赦免三公主，三公主有人心，爱民如子啊！城主，请赦免三公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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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若想让陈芊芊脱罪，除非再降珍宝，弥补龙骨和符脉的缺憾。否则，列祖列宗不得安息。有我在，别怕。都说人倒霉的时候喝凉水都塞牙，等人走起运来，捡张废纸都能当钱使。云七，你看这是什么？猛火油！花园城立城之本是乌石矿不假，可这猛火油可比乌石矿更为金贵吧？是啊，这猛火油又称黑水，区区一方便胜斗金。照现在这情形来看，府脉之下却有千秋万代的财富。是三公主冒死救人，感动先祖降下符旨。三公主挖出了黑水矿，天降黑水矿，有我花园城！天降黑水矿，有我花园城！你听他们叫你什么？三公主啊！往日众人唤你三公主，三分奚落，七分戏谑；可今日众人唤你三公主，三分臣服，七分敬畏。
你当得起三公主。